1963年1月25日，农历癸卯年正月初一，在北京停开了两年的厂电市场重新开张。人民日报报道，成千上万的顾客挤满了这个长达1.5公里的市场。他们有的扛着几尺长的糖葫芦，有的举着沙沙作响的风车，笑容满面地买回了自己喜欢的传统食品和玩具等。这一年的春节市场比前两年热闹了许多。在南京，市副食品局印发了肉票、水产票、糖票等，人们可以凭这些供应券买到想要的年货。在洛阳，一个副食证可买白酒2两，市场上还有少量高档白酒供应，茅台酒每瓶售价10元。大年初一这天，全国科协在北京举办了春节联欢会，刘少奇、董必武等和100多位科学家一起共度新春佳节。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全市的公园、文化宫、体育馆等场所准备了丰富的春节文娱活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迎春灯谜晚会、迎春诗会、文学作品朗诵会和各种文艺演出、棋牌比赛等活动。鼓楼文化馆里举办了年画展览、杂技表演等活动。人们尽情欢乐，愉快地度过新春佳节。元旦时，两报一刊社论指出，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见效之快，农业生产在连年大灾以后恢复速度之快，都超过了预计。1963年要继续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这时的文艺作品如电影、戏剧、小说等均强调要为农村工作服务。元旦开始上映的《槐树庄》和《李双双》都是农村题材的电影。《李双双》是当时电影中少有的轻喜剧，主人公李双双是生产队社员孙喜旺的妻子，天生泼辣，有一张快嘴，最爱管闲事，常常以公社社员的身份与自私落后现象做斗争。那你还要我怎么样呢？反正我心里没病。你自私。影片中，张瑞芳成功塑造了一个心直口快、敢说敢干的农村妇女形象。影片上映后，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的评论文章有数十篇，都毫不例外地肯定和赞扬李双双这一银幕形象的思想内容和教育意义。五月，张瑞芳凭借这部影片中的出色演出，获得第2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由于当时国家刚刚度过困难时期，颁奖仪式上没有颁发奖金和奖品。诗人郭沫若专门为张瑞芳题写了一首诗，裱在镜框里送给张瑞芳。诗中写道，天衣无缝气轩昂，集体精神赖发扬，三亿神州新姐妹，人人敬学李双双。电影《李双双》的作者李准，在河南密县超化公社和社员们一块劳动，一块生活。电影《李双双》原来的剧本是围绕大跃进时期妇女办食堂展开的，但影片开始拍摄时，大部分公社食堂已经停办。李准便把中心事件改为如何发挥妇女劳动积极性，正确开展评工评分。李准将写出新作品，激励人们不断前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每个新年，作家老舍都会写一篇文章以示庆贺。这一年元旦，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贺新年》，发表在1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中说，在解放前的乌云满天的岁月里，每到吟诗辞旧岁的时节，我和我的不少朋友们并不一定吟诗，而多半是以酒浇愁。现在辞旧迎新的心情可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但乐于吟诗，而且从心眼里愿意回忆一年来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了。还没开张呢，您。屌！有的这时，老舍正忙于修改他的旧作话剧《茶馆》，想在其中加上新的内容。《茶馆》写成于20世纪50年代，1958年首演。剧中有个情节是讲两个大兵为了省钱合娶一个媳妇儿。一位领导看后认为这段戏对青年人影响不好，建议老舍改一改。这次老舍按照要求，在剧中增加了一些学生闹革命以及常四爷给游行学生助威送水等情节。4月，茶馆在首都剧场重新上演，虽然报纸没有宣传，但还是吸引了来自各地的观众。演员金山在演出结束后跑到后台，不敢说话，不敢握手，只是在桌子底下竖起了大拇指以示敬意。太太好，好好好，少爷好，托您福，托您福，生意好。春节时，陕西省合阳县陆井公社的社员侯永禄在家门口贴上了这样一副对联：渡难关，出获胜，蜀多菜广，夺丰收，有指望，猪肥羊壮。春节前，大队副业股杀了几头猪，低于牌价卖给社员，每斤6.5毛。侯永禄家里有8口人，可以买4斤，但妻子菊兰为了省钱只买了2斤，剩下的让给了别人。陕西省主要的粮棉产地800里。纪录片《秦川秋景》展示了陕西省开展水利建设、进行抗旱斗争的情景。上一年10月份开始，秋冬连旱，全国许多地区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灾。春天，合阳县旱情严重，上一年入冬以后已经100多天没有下雨。侯永禄栽的400棵红薯苗很快因为缺水而大部分枯死。由于干旱，村里牲口死亡大半，运粪运土全靠人力拉架子车。为了多挣工分，侯永禄和妻子菊兰狠下心来，花了64元买回一辆旧车。这部车几乎花完了他家所有的积蓄。侯永禄的账本上余款只剩下10几元。侯永禄14岁的大女儿侯尹玲放弃了上中学，和父亲一起用架子车去城县煤矿拉炭。父女二人常常清晨出发，花2元2角买400斤炭，第二天天亮前拉到家里。两人路上舍不得吃饭，只花1角5分钱买茶水喝。遭遇旱灾的不仅是陕西。3月份开始，由于降水量骤减，香港面临着开埠以来5分钱，一小桶水却能卖到5元。一首歌谣形容当时的情景说：
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去，阿妈上佛堂，不知几时没水荒。香港的水荒引起中央政府关注，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批示拨款4000万元人民币修建东深供水工程，引东江水入香港。香港电影导演罗君雄应新华社香港分社之邀拍摄纪录片，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是用人海战术去干这项重大工程，近万名民工喊着口号，不分昼夜的劳动，把深圳水库大坝建造起来，场面十分令人感动。1965年3月1日，东江水引入香港，罗君雄拍摄的纪录片《东江之水天上来》也在同一天上映，影片上座率超乎想象，票房收入很快超过100万港元，成为香港第一部票房超过100万的纪录电影。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解放军总政治部、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也分别发出通知，号召人们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随后，全国各地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雷锋的模范事迹。雷锋是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班长，1939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0年参军，同年11月入党，不久任班长。1962年8月15日，雷锋不幸因公牺牲。196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了电影《雷锋》，用艺术化的手段表现了雷锋的一生。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党和人民需要我做黄继光，我就去堵枪眼；需要我做张思德，我就去烧木炭。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我都要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为人民服务。人民日报评论说，毛主席著作使他明白了一颗螺丝钉对于一架机器的意义，使他懂得了一个革命战士对于世界革命所负的责任。从影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雷锋之所以不肯多花一文钱，之所以带病去推砖，之所以雨中护送老大娘，正是毛泽东思想在他心里开了花的结果。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1960年，雷锋被树为沈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为了举办雷锋先进事迹展览，沈阳部队专门组成摄影报道组，由工程兵部宣传报道助理员张俊带队。张俊为雷锋拍摄了大量照片。张俊一直想拍一张雷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照片。一次，他看见雷锋修车，忽然来了灵感，赶紧让雷锋坐到驾驶室里，拿出毛选。张俊把照片洗出来之后，发现雷锋左手从方向盘里套过来拿书，姿势看上去很别扭，但由于工作忙，就没有重新补拍。这张照片后来广为流传。后来，张俊一直义务从事宣传雷锋的活动。有一次，一个外国人在参观雷锋纪念馆的时候，提出照片是摆拍的，不真实。讲解员无言以对。
张俊为此专门给讲解员上了一课，告诉他们要如实向人们告知这些照片都是在什么环境下拍出来的。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时候想抓拍也抓拍不起呀，胶卷儿都很珍贵，但是摆拍不能摆死了。雷锋很会照相，我跟他一讲他就明白了，基本上几张就过了。五月，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大会在上海举行。人民日报报道说，某部八连是集体的雷锋，他们进驻上海14年，胜利地经历了敌人的钢铁炮弹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两种考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设置的新闻简报《好八连发扬光荣传统》介绍了他们的事迹。好八连又来了许多新战友，他们得到了老战士的关怀和帮助。人民日报报道说，他们的日常生活是那样简朴，就是花一分钱也要掂掂分量，而在购买学习书籍时却是慷慨非常，毫不吝惜。无论干部或战士，人人都有毛主席著作，并且经常带在身边，走到哪里学到哪里。南京路上好八连14年如一日的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自己动手解决生活上的各种问题。文章说，八连之所以成为好八连，就是因为他们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他们不但阅读毛主席著作，而且读得很持久，很用心。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永远保持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专门创作排演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讲述好八连的模范事迹。人民日报评论说，他是目前话剧舞台上的新收获。评论指出，南京路上霓虹灯下的斗争深深地启示着我们，谁影响谁，谁改造谁，谁战胜谁，这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将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斗争。他时刻要求每一个革命者回答，在和平的环境里，我们能不能顶住一切香风毒气的吹打，坚守住战斗的岗位。在繁复多样的阶级斗争的洪流里，我们能不能永远保持革命的警惕性，识别方向，站稳立场。解放军先生，请您不要得意，你们可以红得进来，瞧吧，不出3个月就要趴在南京路上变黑发霉烂掉。4月，上海举行了大规模的革命歌曲音乐会。音乐会上，永远站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前线，高举革命大旗，人民公社之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雷锋等新作上演。人民日报介绍说，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三面红旗、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歌颂热情，表达了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坚决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和意志。当时各地都开展了教唱革命歌曲的活动，电台也专门开办节目教唱革命歌曲。人民日报评论说，应该看到这也是个宣传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不去组织领导青年群众唱革命歌曲，资本主义的封建的东西就会去占领，
有些青年就会唱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在上海的歌咏大会上，上海音乐学院藏族学生才旦卓玛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引起人们关注。才旦卓玛出生于西藏一个农奴家庭，1956年11月，他被日喀则文工团吸收为学员。1958年底，才旦卓玛离开家乡，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学习。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来源于《雷锋日记》，才旦卓玛演唱的这首歌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后，很快风靡大江南北，才旦卓玛的名字也变得家喻户晓。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心里想对党说的话都在歌词里说出来了，唱的都掉眼泪。改编自传统剧目的新编评剧《花为媒》开始上演，广受好评。《花为媒》由辛凤霞主演，她的丈夫吴祖光担任编剧。辛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无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3年前，吴祖光从下放地北大荒回到北京。回家后的第二天，他就把整个院子和房间都打扫了一遍。亲戚们来访都说他身体强壮了。吴祖光解释说，在北大荒劳动锻炼身体，把常年咳嗽的毛病都治好了。当宣布吴祖光摘掉右派帽子的时候，很多人替他高兴。吴祖光却说，那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是戴了帽子还是摘了帽子，我永远是我。吴祖光在北大荒期间，作家老舍劝辛凤霞多给丈夫写信，于是没有多少文化的辛凤霞每天都给吴祖光写信。后来辛凤霞的文笔越练越好，共发表了4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手刻在石头上，把生活流传在纸上，把故事讲述在洞窟中。把时代描绘在色彩间，奔跑的姿态定在画格里，把微笑投射在光影下，记录将瞬间永恒。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路为纸，策行作笔，心当墨，记录无限，丈量天下。
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大千世界，多方呈现。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六月，亚洲国家越南陷入混乱，南越总统吴廷艳迫害佛教徒，引起僧人们的强烈不满。十一日，僧人释广德为抗议吴廷艳政府，在西贡的闹市街头引火自焚。此事被披露后，全世界都谴责美国和南越政权。秋天，在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下，美国放弃对吴廷艳政权的支持，转而支持南越反对党发动军事政变。十一月一日，吴廷艳政权被哗变的政府军推翻，他本人也被处以极刑。进入1963年，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太空军备竞赛愈演愈烈。5月15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空军基地，美国发射了载有库伯少校的水星九号飞船。飞船绕地球飞行22圈，历时34小时19分，行程94万公里。由于控制系统出现故障，第二天飞船在太平洋海面回收，宇航员库伯安然无恙。一个月后，苏联发射的东方六号太空船载着人类第一位女宇航员瓦朗蒂娜·杰列什科娃。杰列什科娃返回地球时，降落在一片空地上，顷刻间有成千上万的人向她涌来。一位老人好奇地问她，是否在天上看见上帝。杰列什科娃回答说，没有看到，也许我的轨道与上帝的轨道不同。7月间，北方的海河发生特大洪水灾害，由于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地区连降暴雨，引起太行山的山洪，海河各水系的特大洪水一起向平原灌注，低地被淹没，村庄被大水包围，总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的面积达5560平方公里，淹没104个县7294万亩耕地。由于水库崩塌，桥梁被毁，京广线被冲断75公里，天津告急。在滂沱大雨中，天津文艺界组织的演出队沿防洪大堤慰问演出，相声演员马三立就在其中。马三立在抗洪一线演出了6天，经常顾不上吃饭喝水。1961年3月，马三立得到通知，可以回曲艺团上班。他一天也没耽搁，第二天就去报道。但按领导规定，他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出名字。不久后，曲艺团赴北京演出，这次海报上写了马三立的名字，但别人都得到奖金和劳务补贴，唯独没有他的。马三立曾诙谐地解释过自己的名字，他说，马三立站起来打倒，再站起来，再打倒，再站起来，立稳了，所以叫三立。这时，相声演员马季正随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在山东文登慰问演出，他们的表演很受欢迎。工作队在文登将近5个月演出了104场，
文登地区农民都喜欢京剧、吕剧，对相声不够熟悉，专业曲艺团体也很少来演出。一些社员刚听他们演出时，看到他们穿着大褂，管他们叫演清朝戏的。一天晚上，马季在柳林庄和社员王凤信聊天，蚊帐里的马季让王凤信也钻进来一块躺着聊天。这时王凤信问，我们庄稼人身上有味儿，你不嫌吗？马季马上回答，正是我们没这种味儿，才下来改造思想的。地瓜是当地的主要产物，由于黑斑病很严重，每年损失很大。马季接受县农业局的委托，编写了一个段子叫《黑斑病》，推广高村公社辛格大队防治黑斑病的经验之一——高剪苗。马季后来在文章中写道，在侯家公社前导大队演出了这个节目后，几位老农在地头上议论开了。有人说，这是上级试验过的，不行就不会告诉咱。有人说，上级对咱老百姓就是关心，连地瓜长病怎么治都编成相声告诉咱，咱不听上级话行吗？夏秋之际，新华社报道说，全国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20万人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他们在毕业前夕纷纷以雷锋精神要求自己，表示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以实际行动来回报党和国家的关怀培养。这一年是建国以来大学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这批毕业生中，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的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约占54%。国务院要求毕业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前，有一部分要先由接收单位安排劳动实习一年。这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纪录片《接班人》介绍了万学勤等几位刚刚踏上服务岗位的年轻人的事迹。当时社会上对从事服务行业的人有八大员的称谓，分别是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一些年轻人认为，当工人农民是光荣的，而从事商业服务业当八大员是伺候人的，低人一等。助手的活都能够拿起来了。这时随着3年困难时期结束，中国的商业服务业有所发展，商业队伍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许多报纸都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商业的重要性，宣传为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商业的必要性，增加商业工作者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他一边练着，一边想象着，自己好像真的就像师傅一样，把人们打扮得容光焕发，年轻美丽。小贩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也相信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理发师。北京日报从2月6日开始组织了关于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的大讨论，整个讨论过程历时4个多月。讨论的问题从商业服务业工作是不是低三下四，是不是受气，扩展到青年人应该怎样对待劳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等问题。讨论过程中收到读者来信来稿3071篇，发表了140篇。北京日报的社论说，在有些人的脑子里
一提到商业，往往就联想到那些大腹翩翩、点头哈腰、油嘴滑舌的旧商人，联想到那些蒙混欺骗、以次顶好、说得天花乱坠的旧商贩。一提到商业，他们的脑子里马上就出现无商不奸、做买卖赚钱这样一些看法。他们把这种印象同社会主义商业混淆起来，因而对社会主义商业也加以轻视，这是不正确的。北京电视台播音员赵忠祥参加工作3年多了，七月他的工资从30多块钱一下提到49.5块。赵忠祥后来回忆说，在吃穿方面，当时一个月能花15块钱就已经很奢侈了，请朋友吃饭1块多就能吃一顿。他把很多钱都用来买书看戏剧，那段时间他成了东单古籍书店的常客，在那里买了很多线装书。这一年中央决定调整工资，工人和18级以下干部升级面为40%，17级至14级的干部升级面为25%，13级至11级行政干部升级面为5%，10级以上不升级。这次升级根据生产和工作需要，职工的技术熟练程度和工作成绩、劳动态度来确定。工作成绩特别好、工资等级又偏低的职工可以升2级。这时收音机成为人们购物的首选产品。新华社报道，中国已经试制出8种半导体收音机，其中有3种是比较高级的短波或中波收音机。报道说，这3种式样的国际半导体收音机市场上都比较流行。我国农村辽阔广大，目前大部分地区还没有电，发展简易廉价的半导体收音机的生产，将为农村提供一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娱乐的良好工具。为自己工作感到自豪的还有他，高中学生姚德恒。接班人这部纪录片中还介绍了高中毕业生姚德恒潜心研究做好厨师的事迹。北京日报就此发表社论说，许多青年是在和平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没有经过严格的革命斗争的锻炼，在思想深处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他们只有到各个生产战线上去，经过长期的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才能够不断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上一年9月召开的中共8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着手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3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66年结束。中国国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国际关系方面也面临着重大转折。曾经牢不可破的中苏关系面临破裂。8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认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9次发表编辑部文章，严厉批评修正主义，史称“九评”。8月23日，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组织了自由进军运动，
他率领一支庞大的游行队伍向首都华盛顿进军，为全美国的黑人争取人权。1963年，正值解放黑奴宣言发布100周年，由于黑人面临着高失业率、低收入、就业低以及人权上的制度性歧视，加之美国南方长期存在种族隔离制度，早在1962年，要求政治经济上公平正义为目的的游行活动已经在筹备中。在林肯纪念堂前，马丁·路德·金向25万人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发出呼号。马丁·路德·金一年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4月4日，他在前往孟菲斯市领导工人罢工时被人谋杀，年仅39岁。这时，北京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集会活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参加了集会，并重申中国人民。罗伯特·威廉主张暴力革命，流亡古巴时把切格瓦拉当作知己。1965年，他与切格瓦拉一同离开古巴，他来到中国长期居住，而格瓦拉则去了南美丛林进行武装革命，并控诉了美国帝国主义实行种族迫害的残暴罪行。他高呼：“自由，自由，誓死争取，立即获得自由。”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乘坐一辆敞篷汽车前往达拉斯访问，拜会市民。当汽车驶过迪利广场时，埋伏的枪手向他开枪，子弹命中头部，送往医院后不治而亡。数小时后，警方抓获嫌疑犯美籍古巴人奥斯瓦尔德，并初步认定是他射杀了肯尼迪总统。奥斯瓦尔德对所有指控都矢口否认。2天后，在警察的严密戒备中，奥斯瓦尔德被杰克·卢比当众开枪击毙，使案情趋于复杂。11月25日，肯尼迪的葬礼在美国国会圆形大厅举行，前来吊唁的人超过25万。当天，全球在电视机前收看葬礼现场直播的有数亿人。副总统约翰逊宣誓就任总统后，下令组成以最高法院院长沃伦为首的调查组。一年后，调查组提交报告，认为整个事件全是奥斯瓦尔德一人作案。美国民众普遍表示不相信这一结论。约翰逊上台后不久，批准在越南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对越南人民军实施名为报复的攻击性行动。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这一年，披头士乐队富有活力的音乐迎合了战后英国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求文化解放的思潮，带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同时，他们的音乐融合了不同的风格，旋律简单动听，
歌词朗朗上口，演唱极富感染力，因而迅速主宰了英国的音乐市场，也带动了英国摇滚文化的发展。到1963年底，披头士乐队已经统治了英国音乐市场，狂热的歌迷们遍布英国的每一个角落，披头士和他们的音乐迅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国庆节期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开始在全国上演。影片从真假古兰丹姆与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的反特斗争生活。人民日报评论说，影片中描写的反特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体现在作者所安排的情节、所结构的故事中。作者根据冰山哨所这样特定的环境，写了敌人施用美人计，我军将计就计歼灭敌人的故事。文章说，作者笔下的敌人所施用的美人计不是一般的美人计，而是与我军战士的身世联系起来，以纯真的爱情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写既揭示了敌人的阴险狡猾，又反衬出我军战士的优秀品质。新华社评论这部影片说，我们在边境上与敌人的斗争将是长期的、经常的，又是十分复杂的。11月1日，台湾一架美制 U-2 飞机被人民解放军的空军部队击落，人民日报刊登东方西的诗歌赞道，天上来逃不掉，水里来回不去，明里来暗里来一概全消灭。两个多月前，台湾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返回祖国大陆。人民日报发表林壁的诗歌《走徐廷泽的路》，诗中写道，家人团聚情意绵绵，齐庆贺拖出了苦海泥潭，从心中涌出喜悦无限。诗歌呼吁台湾军政人员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学习徐廷泽当机立断。这时徐廷泽正在南京参观访问。人民日报报道，徐廷泽走进吴老村，看到整个村子都在绿树花丛中，家家户户都很干净，连一个苍蝇也没有发现。他很有感触地说，过去的贫民窟能变成这样美，真了不起。在台湾，今天仍然到处都是贫民窟，人们住在草席烂铁搭成的棚子里，挤得要死，脏得要命。这一年，卫生部为了表彰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施行断手再植手术成功，在上海举行授奖大会。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施行断手再植手术，成功地把工人王存柏不幸被机器压断的右手接上去，并且逐渐恢复功能。人民日报报道说，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一只工人的手，是一只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正是这种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和责任感，给了他们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在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的条件下，敢于打破惯例，决心克服重重困难，去接好这只手。
这一年，毛泽东指示用蒋村史、家史、社史、常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此后，工厂、农村、学校普遍开展了访贫问苦，请三老及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做忆苦思甜报告，通过社会调查、写村史、家史、社史、常史等活动，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尽管在这一年中经历了旱灾和冰雹，但年底一算账，陕西省合阳县陆井公社社员侯永禄家不仅不欠口粮钱，还分到了80元的现款。这时，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动员一些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在会上忆苦思甜，回忆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情景。大会一直开了11天。会议期间，侯永禄根据社员侯永申的发言，编了一段题为《牢记旧苦》的唱词。提起旧社会，一片黑暗，有钱人劫官府，欺压穷汉，农民们下死苦，没吃少穿，交租子还账债，熬活打短，受剥削受压迫，痛苦难言，派差事要款子，天天不断，多亏了共产党拨云见天，解放了公社化，幸福无边。197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他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对称性这么重要。李政道还向毛泽东建议成立大学少年班，着力培养少年天才。